E 这一边呢，它这一个全部都是五的倍数，我把五抽出来，剩下6k square 加11k 减7。OK，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开挂弧，然后 C 是减，所以它是不同符号。OK，然后气它只有177而已，然后这一个。6K 它可以是16612332，所以我用2K3K，对，OK。这边的时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因为这个乘上来是 3K，这个乘上来是 14K，然后我 C 是减的话呢，我就是要用大来减小，所以14减3会变成11，所以我刚刚放 16612332的话，其他的都不可以，只有23这样，它才会14减3变成11。然后我看 B 是加大的放加，这一个 14K 这一个放加，所以这边放加，这个放加。F 的这一题，我看到全部都是2的倍数，把2抽出来，3c square 加 14c 加。然后在这一边，我再开挂弧，C3C，那个 C3C 133只有一个选择，所以我就先放掉它。像刚刚这一边177，它只有一个选择，所以放个7的先。OK，八的时候可以是1888118，然后428248。So 这一边它是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同符号。B 是加，所以它是加，所以加，OK，所以432428，我这一个乘出来12c，这一个2c 加出来4c，所以我刚刚这一个是加14，然后这一边是减，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11k，跟这个 11k 一样，OK，这个跟它 14c 一样。OK，在这一边，我们这一个3抽出来，4b square 加 4b 减3，然后这一边的时候我开挂弧，c 是减不同符号，然后我们要用大减小，然后3，那这边就133。OK，我的 B 可以是 1B4B4B1B2B2B，我选择 2B，因为这个乘出来是 2B，这个乘出来是 6B，然后 B 是加大的放加，所以这边放加，另一边放减，这个就是它答案了，就6减2，4B 在这边。来，H 的这一题全部都是六的倍数，我抽六出来，6×22，11，5，然后我在这一边 C 是加，所以它是属于那个 same 3，然后 V 是加，所以它是加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 Q 就只有 Q 跟 2Q，515515。我用五一加，这个乘出来10Q，这个乘出来 Q 加上来是11Q，中间这个对了。在这边的时候，我养成一种习惯啦，就是 y square y 号码这样，所以我这边就有减10 y square 减6y 加4，然后全部都是2的倍数，然后我的 A 的部分一定是要 positive，所以我变成减二抽出来，它就会5y square 加 3y 减二。OK，我怎样变成这一个的呢？就是说在这一边，它全部当我抽减二出来的时候，我全部都除减二，除减二，除减二，然后减减五，减减三。然后，所以它会变成5y square 加 3y，
减了 2， 就是这样。接着在这边的时候，我的 c 是减，所以它是 difference sign， 然后大减小。然后5的情况之下，5一五五，然后2的情况之下呢，我可以是一二二二一二一二二，然后 b 是加，大的加小的减，因为这一边乘出来是 5y。这边乘出来是减 2y， 5y 减 2y， 3y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好，在这一边我把它重写，减 6v² 减 14v 加12，全部除抽减 2， 变 3v² 加 7v 减 6。然后在这一边开挂弧，然后我这一个就有V3V 只有一个选择，然后我的 C 4加339 326，然后在这一边这个乘出来是 9V，这个乘出来是 2V，9V 减 2V，它就变成 7V，然后 B 是加，大的放加，小的放减，OK，所以它这一边会变成 7V，跟这个一样。好，接着这一个减 30p² 加 3p 加6，减3抽出来 10p² 减 p 减 2，然后这一边的时候，我 c 是减，所以它是不同符号，然后2那就一二二，十一十十十一十二五十五二十二。2p 5p，所以这边乘出来 5p，这边乘出来 4p，然后 b 是减，大的放减，大的放减的时候，我这个乘出来是 5p，所以这个是大减 5p 加 4p，所以这边减，这边减，OK，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减 p，跟这个一样，OK，好。这一题我们把它写成减 56n² 减 2n 加30，我抽减2出来，然后它变成 28n² 加 n 减15，然后这一边的时候，我这一个是感觉上47 28 3 55，47 28。3 5 15，对，so 在这一边37 21n 54 20n，然后 b 是加，大的放加，这一个剩下的是减，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 n，OK，so c 是减，不同符号，大减小，n 的这一边。我另外的影片再来录。